Ja, det er en tørkelse. Nej.那这他都不过来，哪个不过来呢？这他过来了，叫我一，自己出这么大事都不肯过来，他叫哪个去搞呢？叫你去给他们，你们工资他换一下。 那这种没叫那个叫那个叫那个政府来去搞嘛，他现在自己不吃嘛，那个，等下打电话叫那站过来自己看呢，那站过来。那边这个人是今天第一个中秋节，你那搞不行啊？啊？你搞不行啊？ 他国外，他不过这个中秋节的嘛，就跟中国一样的。我在国外，他是在那放假，就我们大陆人拿的这个，就是放假了，这个你这个人在人头大会，可能就。他现在不管你，你不管，反正把那个第二次招待会全部推迟了，是吧？ 这个看，快点拿些图片，你看一下。他有个短信发给我，我就是。他这里啊，他说叫我搬，然后手机坏了，我搬不了。他那个说叫叫你，他说我叫搬，他不能搬，他那这就他手机搬不了呀。他那个，我手机搬不了嘛，手机搬了，怎么搬了？ 那个好手机吗？我们那个规则有可能和那不一样大。那规则是。巴西在哪里？这美国的那个欧洲才是。